小王子离开美食村，美食村成员都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辣条，这视频也太逗了，我要分享给小王子看看。小王子，小王子，你快看看这视频，也太搞笑了吧！小王子怎么还没回我？以前不都是秒回的吗？等等，小王子好像离开美食村了。哎，那我以后有趣的视频该分享给谁啊？奶茶，小王子，小王子，快快快！我最近看中了一个超级好看的房子，快帮我建！啊，小王子人呢？小王子，小王子，小王子，小王子！你别喊了，小王子已经离开美食村了。什么？小王子离开美食村了？嗨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对哦，小王子走了，我的房子谁给我建啊？小王子，你快回来吧！汉堡，哎，这小王子走了，美食村以后怎么办啊？哎，等等，小王子走了，美食村的村长之位就归我了嘛！以后别叫我顺城大师汉堡了，叫我美食村村长汉堡。不爱奶糖，小王子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管我呢。对了，再也没人管，对啊，再也没有人能管着我了。小伴们，你们希望小王子回归美食村吗？